将近四年的整修，赤马赤帆陶店总算完工，选定良辰吉时举行了合集大典。由重修主任委员严明福、庙方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谢富贵等委员以及赤马村民共同见证之下举行，一行人并向主神李府王爷上香祈福，由小法依循古礼进行请坛科仪。良时合集，庙貌美轮，社稷和谐，家家户户齐大出，集在中央，高贵辉灿，才高八斗，布丁各个中状元，桃园吉兆，民丁圆满，居家顺势，财源满贯，满舍内，村内拜元喜气洋洋，礼数大方，人人欢喜满春风。保良先生的家风太上用金碧落哩，好，我等你所在吼，咱大庙有名，啊，四个立正，拢会动哦，集大家的力量吼，啊，经过三年外，啊接近这个落成的阶段，真正真感动啦，因为阮车尾吼，唔是讲迄真好业的人有一摆摕偌侪钱出，我是集所有乡亲，包括四方大德，尤其是咱只卢外乡亲、卢台、卢妈的乡亲，大家出真大的力量。才有法当吼，真职业成就来有法当来这间庙重新吼，过去再现光华。即阵我中年的老大出血吼，来整理这个大庙，啊，即马都收征收我一个成果。农历的三月九号，国历的四月二十八，要入血、落成、安坐，吼，是咱这个赤马。即个地方的一个介大的一个仪式啊，国内阮可能无拄的啊，因为可能已经五六十年以后啊，所以讲大家爱尽量到参与来斗三工。在大家的见证之下，最后一片瓦片由重修委员们缓缓置入屋顶之后，此时鞭炮四起。也象征赤帆陶店整件重修工程正式完工，现场也举行执戟，庙方备有炸肘、马吉、钱币等等，吸引了数百位的民众共同参与，个个是收获满满，笑容满面，将福气带回家去。距今有200多年历史的赤马村民信仰中心赤帆陶店，也将定于国历四月二十八日星期五进行入伙安坐落成大典，届时也欢迎乡亲前来共襄盛举。记者吴孟伦报道。